要讲一段话才可以进入开始哈。林果树他的使命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做，就像你我一样，我们尽我自己的本分，在我们的工作上、我们的事业上，所以扮演的角色是爱这一块土地，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国家一样，就像今天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上，也就是为了你我新的生命，他的使命就是我讲，又为了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重生。苹果树也是一样，要让我们再次的爱护我们这片土地。所以让我们慢慢来品味一下我们接下来演出的苹果树。使命呢？这必
我听说世界很大，很新奇，我想快点长大，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险。很棒的想法哦，你是有脚的动物，当然要用你的脚去世界各地闯一闯，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使命了。苹果树，有你真好，我好爱你哦。孩子，我也很爱你哦。小男孩靠在苹果树干上，望着山下的世界，他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小男孩渐渐长大后，越来越少到苹果树下玩耍。有时苹果树会感到孤单。小毛，请问一下，你来的路上有没有看见小男孩？小男孩，你没记得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你是几点才出生的，不可能见过他。这只小男孩，他跟你啊，一样是个可爱的孩子。他以前常来找我玩，吃我身上的苹果，也喜欢抱着我睡觉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身上吃苹果了？
我尽力了，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那是什么味道？这么难闻？忍耐一下，这是杀虫剂，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蜜虫来骚扰。可是这种东西不会对我有危害吗？不会的，这是人类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方法，这样呢就能确保长出又大又好的蜜蜂。那你快爬到我身上来听我讲故事吧。不了，我要回去玩我买的游戏机了，等苹果成熟的时候我再来，再见。游戏机是什么机？男孩撒杀虫剂之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苹果树好失望。过了没多久，苹果树周围的环境起了变化。小猫，你怎么了？什么压力呢？来，说给我听听。
价越来越高，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存到足够的钱，给老婆和孩子买一间房子。买房子？哦，原来你已经有家人了。这样吧，你可以砍下我的枝干去盖房子，这样你就可以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，或许你就会快乐了。咦，对了，我可以砍下树枝来自己盖房子，就像当年我父亲在山上盖的木屋一样。好主意。
生命影响生命，就像我们有一群用行动来感动生命的梦工厂读书会。